这是一般的水，我把它倒到水瓶里面去，再把它倒到备长炭锅里面去做煮沸。我用这个烧杯取一点备长炭锅的煮沸水，利用酸碱值测试仪做实验，滴到去一般水，很明显的呈现黄色，就是表示偏酸。滴到备长炭锅的煮沸水，很明显开始往下渗透，它变成蓝色，就表示它的碱性水，跟我们一般去市面买这种 pH 9.0 的碱性水一样，让你喝得更健康、更安心。板豆腐的食材安全试验，分别给它加入碘酒，表示它是化学的物质，对于我们身体是不好的。两边呢，我都分别给它加入碘酒，我把它夹进去，放在我们的备长炭锅里面做煮沸。所以呢，经由备长炭的特性。高远红外线的渗透，它可以很快的将这些食材中的余氯不好的物质做一个快速的把它消除，已经完全的分解掉了。注意看，把它切开，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吃的就是非常健康，由内而外是健康的食材。如果说没用备长炭锅煮呢，可以发现就是有一些的余氯啦，对身体不好啦，令人担心。